下的哈密瓜。哦，我跟你说，又软又脆又嫩又甜，水分又还多，感觉是那种熟透了的。我们两个为啥子说四川话？因为我们说四川话，他们听不懂，我们就不会尴尬。我们是飞行员，就是我们是飞行降落的，因为他们前面已经很了解互相了，然后我们才加入。Actually， 抓不住爱情的路，用誓言真正看到路。我有社交牛逼症。是的，确实有点。北疆是看风景，南疆是看风情。嗨。主要是像瑞士啊那种草比较多是吧？然后湖水啊，然后蓝天白云，牛羊成群。那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看风景，看风情，就是那种风情万种，人土，哎，人土风情。然后感觉你不觉得这些都很忧伤吗？感觉看着你还挺不忧伤的，是不是有一种沧桑感？现在要走路了，徒步两小时。摄影师已经跟不上他的速度了。你看这上面的三块石头叫三生石，山顶上这个叫一线天。一线天？对。那这个要是有个美女一样。你们看这个，我的手机。这两个人是不是额头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下巴？哦、是不是、哦？这个叫黄金之纹。终于又下去了，我们终于走到了底。我走了好久，今天一共走了差不多三个半小时吧，就完全没有信号的。我们现在下去就回到城里去看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吃的是新疆特产夺命大乌苏。今天中午我们吃午餐的时候，有一个新疆的小哥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成都喝到的乌苏是假乌苏，因为两个人喝了二十几瓶都没醉，然后平常他们两个人喝，一人喝三瓶就会醉。就是你劳累了一天，走了一天路，喝一杯啤酒简直无敌了。我一个一个的吃啊，先吃这个烤包子，哇，它里面是有汤汁的，看，再肉汁，哦。新疆的烤包子和我们那边烤包子果然不一样，要更香一点，而且皮更好吃，里面的肉一点都不腥。我经常吃到那种烤包子肉好咸呀，烤羊排一公斤148，然后这是半公斤，它这个肉是油滋滋的，哦，这是汤饭吗？蘸着辣椒粉，好快呀！他们上菜，可能下单才5分钟吧，就把菜上差不多上齐了，10分钟最多。爆油猪了，看，蘸点辣椒粉。烤羊排一定要吃它有肥油，然后油脂这么好的地方，现烤的是最好吃的。这次来新疆是不是把你的不吃羊肉症治好了？吃不来成都那种土山的。重点就来了，新疆的羊是只有羊味没有羊膻味的。它有一点，它是那种有一点膻味，但是是能接受的，跟那个膻味是很香的。好好啃，好香啊！我感觉这是我们这几天啃到最香的羊排了。哦，羊肉串，哇、哦，烤的滋滋冒油的，而且它外面的孜然很大颗，看到了没？它这个完全就是加了一点点孜然，然后加了一点盐，就其他的完全什么都没放。感受一下，哇，羊肉串也是我最近几天吃到最好吃的羊肉串。很嫩，肉汁很足。那这个跟羊排又不是一个味道。对，它羊味更明显一点，但是它又有炭烤的味道。嗯。我感觉今天的最佳已经来了。对，今天这个三号仓库是吧？我们今天来三号仓库，它是最佳的。
不是，是这个菜和那个干的卤。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羊蹄，这是一个卤的羊蹄。哇，这个字在镜头里面太好看了吧！它这很糯，羊蹄肯定是有膻味的，膻味很重。哇，这个筋真的好弹糯啊！它是猪蹄上面，我感觉猪蹄要比这个肥一点。嗯。猪蹄肥一点，油脂多一点，而且没有什么腥味，这个是真的有羊腥味的，只要能吃羊的朋友是能接受的。我跟你讲，辣卤最怕的就是咸，而且最容易的就是咸，它这个一点都不咸，反而辣得很香，有椒麻的那种感觉。嗯，胶原蛋白说来就来，这是一个野蘑菇汤饭，看一下。这个野蘑菇汤饭，它是那种酸酸的口感耶，番茄汤那种。但是我没有看到米耶，是这个面片就是它的汤饭吗？你好，你好，这个汤饭它里面没有米吗？没有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白色的。面条。面条吗？那它没有汤，没有米饭吗？它这个。没有米饭。所以它汤饭只是里面加了那种揪的面块是吧？哦，它不是有，不是那种米饭，它只是叫野蘑菇汤饭，但其实它就是有各种面，就是揪的那种面条啊，就面块啊，然后还有一些香菜叶子啊、小叶子啊什么的。哇，这个真的五个人都喝不完，我感觉。我一听野蘑菇汤饭548，一开始我是觉得有点贵的，但它上来的时候，哎，这么大一碗还是挺划算的。那野蘑菇是什么的？该不会是那种番萝吧？这个。野山菌儿，好像是那种泡饭，有点苦味的，有点泡。没有，就是菇味儿。这个味道我很喜欢，还有青椒块里面。看来你晚上确实没吃饱。一样，夹了一筷子，真的吃不饱。人太多了。哇，我觉得今天这顿饭的每一样东西都很好吃。看来我们还是应该相信萌萌点评的。你也喜欢的冬瓜，它作为我们的最后的 ending， 看这冬瓜好透明哦，它像香瓜芡一样。哇，它是红烧味的红烧冬瓜，哇，这个好好吃啊！这酱汁裹的那个冬瓜上面完全不会进不去味，反而还挺入味的。新疆的蒜也很香，新疆的辣椒也好吃。很棒，待会我们迅速把它吃完，然后回酒店。明天要去下一场，明天那个是在哪？喀什。说到明天，有一位粉丝给我发了很多，在线感谢一下，叫宇智波一，就这位可爱的小伙伴，他说他写了10分钟在喀什是吃好喝好，就让我吃好喝好。你们就是 get 到的这个攻略的话，也可以来新疆喀什的时候，也就是根据这个来玩一玩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晚餐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明天去喀什我们就根据这一个攻略来玩一玩，吃一吃，看一看。所以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